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呢是美国特有的一种文化，叫做 yard sale， 也叫做 garage sale。 这些美国人呢把家里不需要的闲置的，可能还有一些有价值的甚至没有价值的东西标上价格，通常非常便宜，放在院子里啊车库里边来卖，一般都是周六和周日。因为美国人生活太无聊了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去处，所以他们很热衷于办这个 yard sale， 也很喜欢逛这个 yard sale。 从这点看，这些美国人还是很勤俭持家的，他们会先上网发布消息，标明地点时间，还会配上图片，在沿途会插上指路牌，这样你就顺利的找到了。